层的温度，精英的视角。那我们这集主体是聊股票，但是照例前面五分钟可能有一些废话啊，但是是一些不错的体验，因为有一些东西啊是上一次跑了之后来不及一口气说完，有些素材我还要在大脑里好好的啊想清楚再跟大家说啊。虽然说做节目的时候数据列的不多，但是基本上面很多问题我还是做了一个这个长久的思考来，然后再跟大家说的，所以节奏也会慢一点，跟时事没有跟得这么快。我今天下午跟我同事吃了饭啊，这个然后正好旁边有一家沃尔玛，那我就讲，既然人到这里了嘛，吃完饭就在里面逛了一下，就买了一块这样的这个电池啊，有时候录音用的。那这个电池呢，是南孚电池，我家那边的一个厂。但说起来其实挺遗憾的，这是一家中国电池的领军企业啊，我们当地能出这样的企业是很难得的，整个市地级市也就这么一家，但是呢他居然被吉列剃须刀给收购了啊！被收购之后呢，吉列又被宝洁美国的那个 Procter and Gamble 收购了，那这样就变成了别人的孙公司，这可是一家领军企业，就这样随随便便就卖掉，而且原来好像是国企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事情。中间有什么交易呢？我不知道。对于一个这种领导品牌，怎么能被外资买掉呢？说买就买，而且还是从国资的手上买去。这个是大的遗憾。那么说什么呢，就是沃尔玛我去逛了一下，我本来想买一堆东西，最后落了下来，我最后只买了一块电池，买了两瓶红酒，因为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可以在网上买，而且都更便宜。就拿这个电池来说，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一下京东啊淘宝的价格，看了一下，实际上呢还要更便宜。虽然只一个电池一颗可能只便宜一毛钱，但是确实还是更便宜了。那个沃尔玛上面有一个广告牌写得很厉害，只要附近有这个商店的价格比我低，我就用最你知道那个最低的价格给你结算价钱，怎么样，这个竞争力强吧。只要实体店的我一定是最便宜，但即使这个样子你最便宜仍然比不赢淘宝跟这个京东，那这个就是一个现实情况。而且这个呢现在也不光是中国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我这次跟深圳的有一个投资人聊起来啊，他就跟我说起了，就是亚马逊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股票涨幅啊，我们看到现在它的市值已经8000亿美金了，之前我记得我开始关注它的时候它还只有几百亿美金，然后1000多2000多，然后4000-5000维持了蛮长时间，然后这又一波爆拉，现在是到了8000亿美金。那未来会不会变成市值第一呢？这是有这个可能的。这一波爆拉呢，那个投资人还跟我说，他是一个在深圳做这个对美国出口，就是给美国家庭寄这种东西的的一个，像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在淘宝开店一样，他是在亚马逊开店。那亚马逊开店其实这个就已经是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淘宝有点像了，对不对？但它好像比我们淘宝要来得迟，就是开这种店的这个时间啊。那亚马逊肯定是把这个销售的渠道挤占了更多啊，赢得了更多的这个销售额，那么才能够把沃尔玛的这个市场这个市值它的钱给拿过来嘛，因为它就更有优势了。那这个优势怎么来的呢？它这个沃尔玛，我记得刚才我看的时候他说这个沃尔玛全球采购啊，应该说它的这个物流这个供应链这方面啊都做得非常不错，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投资人他跟我聊起一个什么的，就是如果说一个电视机的架子啊在美国它可能要卖到100美金啊，他给我举个例子，可能也许真实价格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在中国的深圳出来只要10块钱20块钱人民币，那么有一些采购商从中国采购出去之后啊，他也就是拿到美国就是卖10-20-30美金啊，他然后分销出去，到了超市之后啊，你买这种小的东西可能就要到100美金左右，那这中间的利润可大了，2-3块钱3-4块钱美金买来，到美国要卖100美金啊，对不对？那这个差价就有点大。但是美国家庭他如果从中国深圳采购的话啊，在亚马逊上面买，那么这个可能只要还是10块20块美金，相当于他可以拿到上级的这个批发商的这个价格
啊，那这样的话就还是缩短了整个这个流通的环节。那这样的话，其实美国的这个商业也就得到了一个重构。那这种重构其实说起来，这就是时代的变化，没有奶网饭可以一直吃，除非你是打工的，打工的也不可能，你一样保持学习进步，才能让自己活得下去。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已经关了很多大型的超市、商超，以后会关的更多，因为亚马逊仍在以更快的速度崛起。那当然了，中间也有他们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特朗普就批评这个贝索斯，这个你们的这个亚马逊啊，交税交的少。但是呢，市场份额在不停的扩大，相当于就我们之前分析的，就你一家企业拿走太多，但是你却没有交税，人家小店可是养了很多人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小店、小烧烤店，还要养一些地痞流氓，对吧？虽然很不情愿的养，但是事实上真的是他创造了很多红利。但是你一家店大店开起来之后，你比如说，这个火锅连锁品牌那个叫什么，那个火锅店海底捞，你说你海底捞哪个地痞流氓敢去敲诈他？没有人敢去敲诈他，他可以以最低的价格去做最多的火锅，而且他门口都是排队要等，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去跟很多商业体谈判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强势的价格。因为我之前了解到，就是像 LV 这种店子，如果他进来这个地方的话，他前面3年是可以不付租金的，甚至这个商业体综合体还要给他补贴，给他1-2千万人民币的装修费用。我相信海底捞可能也有这个情况，那么他就以最低的价格，但是你对他征税能征多少呢？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不光是中国存在，美国现在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越长越大，把底下小的全部挤死了，但是这些大的实力太强了，对不对？你像那个贝佐斯，他现在经常就在华盛顿在那边待着，他已经不用回他的这个公司总部了，因为你要大量的这个做游说的工作，你变成了一个拥有一定可以拥有一定政治能量的一个商业实体。那这就是现代的这个商业的现实情况，越长越大。 OK， 那么这是刚才逛超市的一点想法，结合了这个深圳的一些见闻。那么这个说到股票这个事情啊，有的观众就会聊起来，这个说，哎，那你这个不是还是不是维持之前的判断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再联系一下其他门类的资产啊，中国应该说最近这半年的时间啊，主体资产都出现了下跌，比如说股票市场，从最高位已经下跌了超过20%，已经跌破牛熊线了，这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信号。那么有一些大股东质押也出现了问题。如果银行真要叫他还钱的话，那会引起更多的抛售。那国内的房地产，我们前面做了一集也说到了，一线城市的这个房价其实已经出现了下跌。那如果说我们以美元计价啊，这种通行的办法，国际的这种办法来计算中国的股票的价值跟房地产的价值，可以说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当然底下城市有些还在涨啊，那么但是一线城市应该说出现了一波15%的下跌，而股票市场就更惨了。如果说你用美元计价，大概跌了接近30%了，甚至超过30%，30%很多啊。半年的时间，如果你平均你在是一个股市的投资者的话，你有100万，就30万都不见了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我们看未来怎么走啊？我先说一点这个小大一点的这个方向的想法。我们在我做节目第3集里面有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它人类的配合方式一定是让最聪明的人啊。如果要吃，一定让最聪明的人吃得最多，吃得最好，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组织实体也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们这个合作的一种本能。那你会选出一个领袖，那么让他来掌控这个资源，然后让他拥有更多的权势和影响力。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国内它的这个资本应该也是这样，肯定有代表人物，有最聪明的资本，对吧？那这最聪明的资本实际上就是他们最先撤，我们是在保护他最先撤离。那么出现了这一波下跌的话，我相信这些最聪明的资产应该说相当部分，大部分应该已经走了。比如说像李嘉诚这种啊，他就算最聪明之二吧，他最聪明的第二名啊，第一名应该是由美国保护的这些大的企业，比如像黑石啊，黑石这种财阀啊，超大的财阀，那么他们应该是最聪明的，对吧？他们手上拥有最多的数据
拥有最强的分析师分析能力，拥有最强拥有更多的政治人脉，那这些资源都是有的。那么最聪明的钱是不是全部走光呢？我觉得永远不会，事情没有这么绝对嘛，100%全部走了。但是对于一些做长久投资的，比如说有一些像黑石，我记得在上海陆家嘴那边买楼是一买就买一栋啊，整那么高的楼一买一栋，对吧？他们之前就已经出现过抛售。但是有一些钱它是非常热的钱，它就希望今天进来明天能够流出去，或者这个月进来下个月就能流出去。那这有一部分钱呢，大部分是这种炒家的钱，那他们呢可能有相当部分还待在中国，他还在伺机寻找机会来挣钱。所以我们看到说有观众问起，那你就说嘛，这股票到底什么时候会涨，会不会涨？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首先看在牛熊线底下待的时间有多长，如果还是这样一直就这么在这里的话，可能就还会继续下跌。那么还有这个是技术上的这种分析，那么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呢？中国的通胀什么时候能够起来？我们看了这国家还是没有剧烈的加息啊，只要没有加息，这种情况就会慢慢的以很小的方式放水出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信用可能就会慢慢的得到稀释，稀释之后这个物价就会上涨。其实6月份的这个 CPI 已经略略的又抬升了一些。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用一个硬性的指标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用通胀的角度来看，可能 CPI 超过3%。这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如果说你过早抄底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可能还有一波下跌。那因为2500、2600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啊，它不是说这个回调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往上拉升。所以呢，其实考虑到底是放水还是没放水，就看最后的结果，整个环境最后都会到 CPI 这个数据上面来，或者说就看你身边的物价有没有上涨嘛，真正出现上涨。如果出现上涨的话那么这个到时候人民币的压力也会更大，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贬值。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国内可能有一些领军的企业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泡沫爆裂的一个情况就是把价格压得足够低然后就可以便宜的买东西。因为这里我们前面有说过一个问题中国其实美国最喜欢吃的就是中国这个他去非洲去缅甸包括去这个朝鲜这边其实没有太大的作为，他们那些高端的企业进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但是中国的这种比如说高铁技术高铁这些东西不能说高铁技术，高铁这种它是什么东西，很多观众一直说你技术受制于人，但是高铁它的这个核心是建造能力就是大规模工程的建造能力，它倒不是核心这个芯片这些东西，这个信号控制这些东西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这些弄完之后不表示你有这个建设能力，对不对？但是中国可能可以迅速的调集超过100万的这种工程师加工人团队，一口气把从远东上海一直修高铁修到这个荷兰修到阿姆斯特丹去对吧？这个可以很迅速的完成，那这个时候美国就可以获得很多的益处，对吧？这个你中间采购的很多东西可以来自于美国这个很多的芯片。那其实呢美国其实他很羡慕这个能力，所以他其实很想购买中国最核心最优质的资产。那么如果说股票跌到一定程度，比如说像我们国内的华谊兄弟，对吧？大家不要看到这段时间国家给他很大的压力，但恰恰是这个时候如果再跌一把呢，对不对？会跌到一种很便宜的价格。中国是有14亿的这个人口的，那如果这个光影现在应该说只走到中段，还可以继续上扬。如果说美国比如说时代华纳他进来把这个国内的这个排名第一第二的影视公司给收购过来之后，就拥有大量的这个资源，未来挣钱的能力就大多了呀。每个行业都可以有这样的对标，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把你这个企业给搞过来。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好像王中军跟王中磊他们好像有出现股票质押的情况，是吧？如果他的这个钱到时候还不上了，他可能会被迫有一些这个公司就会处在一种没有实际控制人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入主进来那就办了，那最后美国就可以享受很多的这个收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南孚电池，就是那他是在很早以前就被卖掉，我记得是九八九九年还是说2000年初的时候被卖掉的。那么这个企业这20-30年的这个利润就这样被吉列被宝洁被美国人给收走了。
那这个利，这么大块的利益啊，这个钱很好挣，因为前面这个工厂已经建起来了，名气已经打起来了。他当时，最牛逼的时候是做 BB 机啊，就是那种 BB 机，它是要放电池的，对不对？那个南孚电池那是靠那个起家做起来的。那么之后，他通过这种金融上的收购，我只要再派几个高层，把你这个公司，只要你这个公司不出重大安全事故，不出大的岔子，市场营销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稳稳定定的现金奶牛，这个钱很好挣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通胀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为这些它背后的这些国际资本，他们打算怎么玩这盘棋啊？怎么样再通过股票市场这个控制更多的这个优质企业？那这些优质企业，如果说他们要进来控制，那肯定要大量买，对不对？那前面的价格肯定要低，因为你要拥有，决策权、决定权的时候，你首先国家要允许啊。所以说，中美贸易谈判，我觉得很大一个就是你让不让外资真的进来，对不对？我外资能不能拥有控股权？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我能不能直接控制你啊？拥有超过50%以上的股份啊，是不是国企我也能够买，对不对？比如说中国建筑啊，这个我能不能买你中国建筑的这个？如果买的话，那么以后你中国建筑出去挣钱，那你只要不出大问题，反正我就是稳稳的拿这个收入啊，就是在金融上面。所以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它本身最后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这个结果啊是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往这个方向走的话，那么可能性就会大得很多。所以我们看两方面，一，中美谈判的贸易谈判的结果是这个金融方向怎么处理，还有要大概关注一下人民币汇率。那同时呢，也要看一下国内 CPI 的这个情况走势，因为如果物价涨得很快，流动性最强的这个资产恐怕就是股票市场莫属了啊，对吧？它是容易买也容易卖啊，容易变现，特别是在某些环境下有一些震荡的时候。其实呢，美国对中国的全工业的这种制造能力羡慕得不得了啊！大家看这个特朗普，就是哈雷摩托车说要去国外制造，把他急得不行啊，在推特上大骂特骂。像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他也希望这个工业门类也能够丰富一些，因为美国人口还在比较快速的增长，在发达国家这是不常见的。那中国呢，其实在芯片很多这个航空发动机上面你要追上其实很难，很多专利别人已经做了，你再做进去都算侵权，是不是？而且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路子走，而且呢有一些道德高地人家之前就占着，你再爬上去，人家自由民主法治，那你提什么呢？他已经占了这个位置了，对吧？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另辟蹊径去再去跟别人交易，你再跟别人拼芯片这个难度就很大。但是这个全工业的刚才说的这样修一条很长的铁路啊，或者说公路啊，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在现在这个世界，特别是就现实这个情况来说，中美要是非常高效的合作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富有，而且发展会非常之快。如果比如说“一带一路”，美国不设任何障碍，而且他还保护你啊，对吧？他有军事啊这些问题，在中东问题可以帮忙的话，迅速可以解决很多的贫困人口问题。比如我看到一个比尔盖茨他的这个分享啊，说到这个。他也是看通过阅读来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前面10亿到20亿的人，他大概可以开车啊，可以这个活动半径可以比较大，但是最穷的那10亿到20亿的人，他一天要花，就是最后的10亿人啊，70亿人口里面，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就你一天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去取水。就是我们现在都有用自来水，对吧？当然他那个水要去自己提起来，去很远的地方，可能超过10公里，然后跑过去又跑回来，就像以前那个驴得水那个电影，前两年的那个，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这个是什么问题？包括电力这些东西，这就是基础设施的问题。如果基础设施改善了，它的这个时间就解放出来了，对吧？你想一下，这十亿人口，它的这个爆发力会有多大？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这个时间一出来之后，它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呀，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繁荣。但是这个需要中美通力合作，美国也想通力合作，但是中国越爬越快，对吧？你这个很多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比如说2025这种，它确实很多地方已经慢慢的在接近西方。那这个时候就是，我跟你如果还是这么彻头彻尾像以前这么合作的话，恐怕这个世界是变得更加美好了。但是谁坐庄就不知道了，可能就变成中国坐庄了，这个肯定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大家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问题是这个世界最后归谁管理的问题，
对吧？这个，好日子好不好，咱们再说。但是这个分配，咱们得先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始终是一个分配问题，就是到底在未来的这个世界，谁是主宰，谁拿的更多。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这种关键的这种时刻啊，中国也没有完成所谓的这种民主化啊，这个很多腐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南孚电池，那中间有没有腐败呢？为什么这么挣钱的企业会拿出来卖呢？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国内很多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国有的这个问题，那很多时候这个钱、这个资产实际上就不知道是谁的，说是说国家的，最后可能就是这个管理层他们内部的啊，对吧？他们可以处理这个国有资产，到底是卖还是不卖？那这个时候你通过金融的手段把企业的价值往下面一拉，最后再低价去收购它，那这个时候不是很划算？你可以通过金融的手段，刚才说的还有腐败的手，这个腐败的这种手段去侵蚀这些官员们，啊！但是如果说中国走得更加成熟跟文明，媒体也开放了，那么大家都有一个相互监督，那到时候你来中国买东西恐怕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对吧？它就会更加的市场化的价格，你可能美国你也买不起，所以说这是在这个阶段施压是最划算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应该账大概是怎么算。OK，好的，那么这集差不多就说到这里啊。但是炒股票风险是很大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攀阶级，还是要靠培养判断力、果决这些更上层一点的品质，对吧？如果你是每天只扫地，你不需要有什么果决跟判断力，我要判断树叶什么时候掉下来，对吧？但是如果你在股票市场上的话，那你就要这个就要多学习了，对吧？那其他的一些优秀的品质也要多学习，这样慢慢的通过时间堆积才可以跨阶层。否则，就算突然间挣一票，恐怕也容易掉下去。因为有没有这么强的财富掌管能力呢？对不对？这个社会愿不愿意把这些财富交给你去打理？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啊，你没有那么强的，觉得自己判断力、果决程度，这个信息收集能力、分析能力不行的话，你可以分散投资，至少的话让自己把阶级给保住来，生活水平不会掉太多，对吧？不掉太多。在如果说出现震荡的话，你就是赢家了嘛。生活是对比出来的，没有对比，没有伤害。OK，那么这一集股票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